急把嫁妆给我干嘛？我已经处理好了，家里安装好了，你拿着就行了。那我可收下了。嗯，对了，里边格外给多给你2万，自己留着花啊，毕竟恋人一场。干嘛？我不要，你赚钱也不容易。我一个男人毕竟比你们小女孩赚钱容易，拿着就行了。好吧，挺好。那你要记住，虽然我们分手了，但我们还是朋友，你有什么事一定要找我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照顾好自己啊，我有事我先走了。好，天浩，注意身体健康。好，拜拜。哎，老六。哎，怎么了，天浩？哎，我上次给你借11万块钱，我转给你了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，着啥急啊？我看一下啊。啊，收到了啊。行啊。哎，好嘞。那你找我干啥？哎，上次借15万，先给你。不是哥，你跟我客气干啥呀？咱俩。哎，没事，你就先拿着吧，我这有了不可以提前还你吗？行，你等人有事打电话吧。啊，行，我先走了。哎。咋了？你看，我知道你渴，你喝吧。行。您的贷款已提前还清，这是还清证明，请在下面按个手印吧。哎，好嘞，一式2份。好。你的一生很长，一定要战胜生活压力，加油。好，谢谢。啊，终于还完了，去一下工地，问问和我家工友吧。哎哥，干啥去？啊，我有事说一下。啊，这是上次工友用凑的钱，然后先给你。你整这干啥呀？家家有本难念经，能帮一把是一把呗。哎，整上给他吃点好的，然后你们改善改善伙食。上次没有你们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行吧，行吧。哎、我有事先走了，哥。行，好，有事联系我啊。好嘞，哎。好嘞。哎，铁子。哎。哎。钱都还完了吗？啊，都还完了。你说你这么帮我，让我以后怎么还你啊？没事，从小光屁股长大的，怕啥？房子给你留着啊。等你有钱了，房子你拿回去吧。行，哥，等我有钱了，然后我去找你，然后房子给我拿回来。有时间你请你吃饭啊。嗯，好嘞。嗯，好嘞，哎。啊，你弄来了？不是那个，我问你，这多出钱怎么回事？饿吗？多还钱是咱们的情谊啊。对呀、啊，这叫啥吗？这叫啥？人情世故。你别干了，走，咱喝点。走了，哎呀，去班上班呢。走，我他妈有班。哎，走，今天不喝多喝不行啊。对啊，多喝点啊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。